关键是是，这个时候，无论是锤石还是这个扎克，在塔下我所们能看发挥的中效路果，直接哦，闪现过来一抬瓜，大但是接这个啊，闪现没大招没有但是打到中路要晴雨，危险，中路打到最要后一危险。下，打到最后一下，这边粘住了，看有没有哎，机会？一漂亮！先是把蓝收了，哎，这一波又是绕回来，这里是没有眼睛发现这一点的，又来了，哇！翔战士开大点燃，好再见的，了。小伞这里是。但我们可以刚刚这波不打算守了吗？但是嘣一下没有中，哎，这里是在跟对方玩一个心理博弈啊。下好难道能抢然后闪现进到去开大抢吗？给我往下拉一点。哦呦，又是先手一道人，我们看啊，看这打完美，好厉害！但是被锤飞了，一个大招大中蓝波，反身要打啊，反射打，闪走。哦，笑笑反身一个 E 加一个大招，情侣被阻延了一下。把你压制一波之后的话，又是在野区全部做好一个。哎，又来了，冲起来！哦，这个距离，一个大，哎，但是不敢，应该是没有交流好，不敢进卡。其实他加克这个 E 的技能位置选择非常的 nice， 是，直接把你给打退回来。好，这边人马也是赶了过来，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杰斯没到，来一个大，一个大招，点燃上，啊，漂亮。闪现走想掉，但闪现走掉了，飞起来变小了，打了一点距离，死了，好小的扎克，嘣，嘣，嘣，让人头吗？死了，耗下去真的是来了吗？看一下笑笑这边，哎，踩到夹子，果断一个大，两秒的，所有人，所有人，又反手一个大，蓝总，漂亮，闪现走没死，但是这里青云死了，一下，哎，漂亮的，来杰，杰来了，交个虚弱，好虚弱。哇，两边这一波一下，要不要抢一手？这抢不掉的吧？勾没有中，开始把视野狂做一个勾，勾中了，三来了，扎克直接一枪过来，四百有没有被打掉？还没死，还没死，停止反杀大招，漂亮，蓝波大招，一个大招，这边想要秒，想要秒啊！杰斯大狂收了三个，继续追，有没有？出来一个 Q， 杰斯 Q 中了，但是伤害不够，哦，不够了，不敢了。啊，没有被动，扎克没有被动，不停的走位，走位，走位躲，哎哎，零完一些伤害，但是很有可能要死，对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走位，漂亮，漂亮 ，Go Go 鱼，哎，好，三杀，但是点，哎，一个大招，空了，空了，闪现走。没死，没死，漂亮！屏上我们发现扎克和兰博的发挥将会非常的优秀，不过人马在这个时候抢龙的这个本事很大啊！大招，大招！我们可以仔细看这个薇恩的话被虚弱，我们看一下撤退，啊，有没有注意环境？石头人死了，但是我们看一下女警被点燃，哎哎，大招一直留着这个大招，天哪！但天哪，飞过来了，飞过来了 ！PDD 竞技的 PDD 继续追。看 W， 一个有，不易不易，现在了，又是一，现在又好了，团灭 ，S，IGS， 你这是学韩国人吗？这真的是学韩国人，刚刚好像确实没听懂，有点，刚刚最后一个词什么？韩国人啊，啊是吗？所以我难过，我就说 S 呀，我就说啊 ，S 是谁啊？S 团灭吗？哦，真的是太激动了，这波团打得太好了，太难了。兰博这个大招看一下，阻隔了整个战场，收人大招直接切到了这边突前的女警，然后我们可以注意到 OM 这边的话，将所有火力都集中到对方坦克的身上，是，然后最后不过杰还是其实还是非常小心的留了一个大招，专门是针对这样一个维恩，但是很可惜的，就在严峻一发之际，这里翔战士飞过来了，虽然说是秒掉了维恩，但是其他的队友也已经是被杀掉了，我们看 PDD 就是留着 E， 我就是不发，我看你啊，时间到了，发一颗两下Q， 然后一个 WQ 一直没有被拉开太多，这波团打完直接顶400了，又来又来，扎克又来接手，三下，扎克有被动，应该是不怕的，这边直接是想，哎，没有大档，没有大档 VN， 闪现走，正面团，哇 ，lowly 四三个，但是，哦，没有，刚刚没有赶到，女警来的太慢了，第一波伤还没有打出来，好漂亮，大招，收割了，但是兰博在后面是被女警接死了，一个大。我们看一下这边400，正面的话，扎克被打出了被动。这个时候杰啊，卡一下，一下两下，双杀。维恩要 carry 了，女警过来想收割，
但是谁说和谁呢？比尔买状态，应急，应急，第三球速，三杀 ，Triple Kill。是这一波他们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要守着。飞过来了，减分没有吃到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啊，没有中。啊，一半经济是领先的。没错，没错。但刚刚的杰斯的有想法来了，要被秒了，要被秒了。闪走，开个大，冲回来，继续跟队友揍。一套技能居然死掉了啊！大招跳死，真的。来跷跷板，晋级上来，直接打击这边，又是到底这边一个大，一个两个大，好打到，哎呀没有勾中，约住了三个。但是这边扎克要单人秒掉吗？算了，放弃了。啊，这边是要打杰，哇一个大。杰死不死？还在被打，死了死了一下，死了。但是锤石也是被秒，死了好硬啊！停啊！突进，勾勾一闪走。看杰斯的魔输出，好小啊！在草丛里面，没人被杀了，没人被杀了。这一波的话，对于 OMG 来说，应对做得非常的漂亮。在对方优势看见，人马加速，真是很危险。不打了，准备打吗？还有一点点血，还有多少点？还有多少点？一人马，还有一点点血，还有一丝丝血，三分之一。但谁又放弃了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如果丢大龙，再锤石被，一个四个人了。是啊，进击的巨人。但是威尔没有打到，没有打到这边，威尔不要紧了，死了，不要了，石头人这个礼拜，哇，受不了，鱼人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淹死了人马，而且这边剩下没有死。站上作为这样一个惩戒在的话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闪现过来了，哇！直接带走了杰斯。然后笑笑这边，他们笑笑被大龙给打死了，然后算是杰的人头，这个怎么这么逗啊？杰斯的人头啊，应该是杰的人头，前面是传说中的孙子兵法是吧？水来了吗？好，这边要跳过来，漂亮！这一下大招女警直接被秒了，又一下女警死了。但是这一波团是直接顶打的，维也是被秒。但是三军会，留下杰斯，杰斯还杰斯现在面对三头要怎么办？三军会再法顶啊！哎呀，被跳死！哎，那这不还是扛住了？三换三打了，还是冲动了。是发龙简直就是不够看。女警这个时候在家，如果说你强行打没有抢到龙的话，反向的一波开团很有可能。但女警被赶过来。龙的血量已经不高了啊！重建，重建，抢到了，抢到了！啊，直接，想秒威尔威，血量很低，要复活，杰要复活了，秒掉了，开大团，哥死，石头人死。在这一波的话 ，OMG 能够追击，因为现在威尔状态很差，哎，我还秒掉了，死了。威尔死掉了，应该是被 buff 烫死的。那这边兰博也要面对对方全部人接招，杰闪现外卖啊，杰一秒掉了，拼死，拼死。死了，柚子闪现，柚子应该是大招潜龙成功了。高一好啊，拖延，现在想想能拖延多久？拖延多久？扎克，这时候难道又要重演吗？历史又要重演吗？扎克来了，守住了，这波不敢打，塔还高，绝对不敢打，比塔还高的扎克。天有多高？真的硬来吗？真的硬来吗？扎克来了，死战不退，好，继续打啊！再等一个，扎克杀死了千钧，追扎克。跳走没有死，死 ，nice， 加人卫士还能再来一波，还有没有？复活加人，复活加人卫士还能再来一波，加人卫士还有十秒复活，还有十秒复活。强点中路千万不能死，这波怎么打？这波团战很有可能是直接把他给点了，有没有？顶到是杰把这个复活加卖，直接打了，闪现躲掉了这个大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上啊，这边哦，加人跳进来，漂亮，又是一个大。注意威，注意威，威有机会出球！别在后面，别在后面，别还没出来，别在后面，接过来找威了，别躲在塔里面，直接点开！啊，想好，直接死了！别人死不死？别死！太厉害了，没有死！继续，这一波成功阻止了 OMG。一波怎么死？原来就是这个弹刀。勾中了，勾中，上吗？上了！一个弹刀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还在接闪现，三下，一个弹刀，又接弹刀，打着了。我们看这边用一个打中打中了，要进去了，要进去了，没人了，没人了，老爷，没人了，再跳，狂击，点一下死了，继续追，狂击到，继续接，啊，继续接，没有春，没有春哥，没有春哥，两个全哥一起救，这边还有一定，好的，双方，啊，两个双方继续追，死了。
张一波，快收回，继续追，看看他们应该是破中路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看一下这边兰博身上没有技能，没有技能，但有三个人基本上就可以。三个人十多人要去顶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顶不了，他们现在输出打不了。哦，家里面不行，家里面不行。主要可能刚刚被追出翔了，可能真的是被追出翔了。这一波最为关键的一波，别人是没有成功，两边都没有成功，而且兰博现在的伤害很可怕。那重压，重压，啊，没有顶到。这下子又死危险了，又走半血被攻回来，卖了卖了，送被打回来，在空中被锤回来。扎克的大没有放到任何人，扎克的大在空中被那个一下子锤回来。哎，大招，大招都两个，艾斯粘住了，粘住了，粘住了，一个 Q 再粘一下，反过来，没关系，现在有意，现在有意，去吧，厉害，是时候相信自己的影子，是时候相信自己的影子，你很强，影子，继续追。Q 飞起来，一打开的 Q 了。这一波的话，直接是五打三，五打三，可能被点掉，可能中路，中路，中路没了。我们看是打下一波还是打下一波？一波，杰斯，来，十多人还有大招，十人出来，秒了，秒了，好了，秒了，秒死了，杰出来秒边，别有分，好了，绝绝，勾下去。